您想投资于能带来回酬的海外房地产项目并获得被动收入，但一些状况不允许您飞往目标地点并亲自选择想投资的项目，您能在不需亲临普吉岛的情况下购买 Lion Green Park 最新的公寓酒店项目单位，通过远程交易购买房产是合法的，并能在世界各地完成。该过程的简易性是泰国法律独具一格的特色。您只需出示您的护照。我们的团队从2012年起已活跃于普吉岛房地产市场，并拥有从个别单位至整个公寓大厦楼层的远程交易经验。交易过程中无第三者，发展商将亲自与您接洽关于金钱与合约的所有过程。不需亲临泰国并通过网络购买房产，是一个节省投资者时间并降低出游风险的理想交易。来看看远程选购 Lion Green Park 公寓酒店单位的六个步骤。首先，您选择公寓单位。选择公寓单位是一个严谨的过程，对您的需求及各个单位长短处了如指掌的销售经理将给予您最全面的建议。您能随时通过电话或视讯联系销售经理。在选择公寓单位的过程中，发展商将向您详细介绍单位价格、平面图、3D 游览、影片及其他资料。租金回酬计划及产权种类是影响房产选择的重要因素。发展商将向您详细解说所有将于合约中列明的收入及成本。第二步骤，签署订购协议。在您签署初步协议后，您所选择的单位将被保留，您也能确定您的购买价格，并不会随着施工进展上涨。第三步骤，转移并支付预定金，发展商将发出预定金的付款通知单，我们也会提示您在哪里及如何支付预定金。您需支付10万泰铢的预定金，或等同于约3000美金。预付定金后，该单位将以既定价格被保留于您名下。第四步，您将签署买卖合同，发展商将发出付款通知单，在交付预定金的一个月内，发展商将拟定买卖合同并发出付款通知单。这是一份列明所购买房产的所有特征并被各国接受的文件，正本文件将通过国际邮件发送予您，您将检查、签署并寄回于发展商。第五步骤，表定付款。所有付款将依据与工程进展对应的时间表支付。最后及令人雀跃的步骤，接收公寓。您能亲自过来普吉岛接收您的公寓，但在远程购买的范围，这并不是必须的。如有需要，我们的经理能协助您检查您的单位并处理所有文件，您只需坐享您的被动收入。使用网络完成购买将为您带来盈利的 Lion Green Park 公寓单位的所有过程。